如果不管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？它要么都是一直都在那儿结起的。等到人来收它吗？是噻，很多我们就是农民，他个人屋头的蜂子都是在那种外面分出去的那种飞跑出去的蜂子，然后个人用个袋袋把它装回去。如果说人一直不管它，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？都还是会在那边。他们应该是想通想好的，他才能出来噻。是噻，相当于他那个都是已经定好了，他分出来家挂的那个位置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可能他们外头还没找，还没买到房子，然后在里面要他们赶紧走，是吧？对啊。这就是属于暴乱的，然后他是无家可归的一群，我们可以那个说啊，就是我在解说词里面就可以那个说，你知道吗？实际上，要不他就是直接就跑到别的桶里面去了，你莫把那儿去弄到，震动他们的，你万一震动跑到。他们实际上就是属于无家可归，先赔起那个嘛。张总好像回去拿老瓦去了。哇，还有花粉。因为我想要撇的就是有带花粉的，有干啥玩意的，有的话是最好撇的。你看那个夸夸上那么大两头，哇，好紧。来，那儿都有。来，潘总，见到。是不是说快，说慢点，你们说。